他的前后门已经重兵驻守，东西向两侧各部署了近百名锦衣卫，现在大觉寺内外防守严密，没有您的手令，出入者格杀勿论。你们退下。是是。呈交皇上的奏本要怎么写？我们来议一议。要慎重考虑。要是这个赵怀安逼得我们藏身此地，不报又如何呀？不报，传唱当天虽然有外人在场，谁又能越过我们执奏御前？如果有，就灭他的口，这还不简单？报，禀副都督，西昌禹公公突然来到这里，已经进了大雄宝殿。东厂的事，西昌干嘛来搅局？与他有何相干？一个江湖剑客就把你们搞得杯弓蛇影，连自家的大门进也不敢进，躲到这儿做了缩头乌龟，人家都杀上门，还敢说与我没有相干？什么杀上门啊？只不过来了几个乱党，东厂会处决他们。龙江水师检阅，重兵防守。一个姓赵的无名小贼，三招两式就取了万玉楼的吃饭家伙，剩下你们几个不堪一击的无胆鼠辈，拿什么本事处置此人？那天万公公一时失手大意，低估了对手。低估？是低能。东厂几个所谓高手都让人屠戮殆尽，司礼监掌印房，就快轮到你们几个。放肆！坐下。躲在庙里叹气有用吗？咱们当官的是替皇上分忧的。西厂算什么东西？你们西厂设立还不到半年，你凭什么资格替皇上分忧？你问我西厂算什么东西？现在我就来告诉你，东厂破不了的案由我西厂来破。还有，你听好。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，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。一句话，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，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。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这就是西厂。中毒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中毒了！我个孙孙鬼，压制一伙你！你说什么？我家主人说下毒要跟你妈妈学，就你那两下子还想出来混？下毒先毒死你自己！两家伙！客满了，走吧。放屁！外面都在吃沙子，没地方，房梁上都能坐人。把门打开。杆子，你去，去。我去叫他们走啊！我叫他们走。活人吗？客官，塞翁失马，进不了门才是你的福气呀、啊。
服服服服服服你个老头啊！进庙烧香烧出火来了，都亮家伙了还关门装太平，你们都是哪路的呀？我都进来了，有会说话的没有啊？督主怎么会来这儿？或许只是相似，他未必就是督主，我们去试试他。两位江湖好汉，您看看，人都站满了，摆个椅子都没地儿。这样，恁要必出啥，给我个面子，就依余部去驿站那边，那里的房子扎实又牢靠，地方又大，人再多也待得下。Grandby， 此官吴姑爷。不用去，我们主人那间房让给后面那位公子。人家两个人，你让一间房。若两位不嫌弃的话，我把两间上房给两位。Esrengu， 二号呀。请这位公子过来喝一杯。常见一杯酒，我们这里有陈年的琥珀精酿，牛饮不如品尝。世上的酒客要喝就喝真正的美酒，不如两位赏脸过来小酌几杯。好啊，去我买你账。立即去驿站看看督主在不在。这位大哥经常在这条道上来往吗？看我们的话呀。那江湖规矩，拜门问路，先说说你们刚才为什么亮家伙。我跟这位大哥请教，没跟你说话，跟你没关系。可是我跟你说话也是在请教你，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哎，行，要现在解释为啥子我会到这个地方是吗？用不着现在，这位大哥一路上只有这位女侠跟大哥同行吗？你们不是土匪吧？老在这儿套我们的话，想要打劫啊？混账，你是哪路的？敢跟我们头这么说话？你们又是哪一路鸟人呢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剑宗，这样，我敬这位大哥，刚才有失礼之处，大哥海涵，不要介意，小弟敬你。大哥请。你们敢在酒里下毒？不会吧，怎么会有毒啊？刚才被你们拽进去的汉子满脸都是毒气，你说酒里没毒？你喝。你来，喝了它，过来喝了它。